这只埃塞俄比亚狼已经锁定了这只巨型鼹鼠，它已经十分接近洞口，几乎要和猎物脸贴脸了。可这只大老鼠居然还傻乎乎的没有动作，它怎么不逃跑？难道对自己这么有信心吗？而这边的狼已经没有了耐心，发起了攻击，最后一个冲刺直直把脑袋插进了大鼹鼠的洞穴。它能否成功抓住这只鼹鼠呢？请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为它加油鼓劲，咱们赶快去看看吧。埃塞俄比亚狼身躯压低，把自己变成一张狼饼，在地上匍匐前进，步步惊心，生怕惊动了机敏的猎物。等到了合适的距离，他便顺势趴下，等待着出手的最佳时机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手让他摆出这样大的阵仗呢？镜头一转，好家伙，土坑中钻出来一只大耗子，这是一只巨型鼹鼠。看他的表情，一脸憨厚和凝重，竟然有点像光头强的死对头熊大熊二的结合体。在洞里憋了太久，他也得出来透透风，不过他也不会放下该有的警惕，而是扒着洞沿观察四周的情况，似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。埃塞俄比亚狼开始了动作，这次的接近更加缓慢，因为大鼹鼠离洞口实在太近，不打个措手不及就会与猎物失之交臂。他又一次停下了脚步，继续观察，后置发动机蠢蠢欲动，跟鼹鼠玩起了一二三木头人。别看这鼹鼠已经探出头来，但这么近的距离他也不一定能看到这位对手，因为他们的视力极差，要靠地面震动来感知猎人的动作。但现在大鼹鼠变得更加警惕，双方又开始了对峙模式。终于狼发起了进攻，后腿一蹬，直直奔着洞口冲去，整个狼脑袋都插进了洞口里。可没想到这大鼹鼠闪避天赋这么高，埃塞俄比亚狼只啃到一嘴土，脑袋拔出来就仿佛戴了痛苦面具，只好悻悻离去。而另外一边的进展就顺利多了，这只狼有自己独特的捕猎技巧，不过它盯上的是体型更小的老鼠，它在洞口抛来抛去，仿佛在给猎物施加心理压力。果然没过一会，小老鼠就从另外一边露了头，直接就被埃塞俄比亚狼一口叼中，根本没有反应的余地。其他的狼仍在孜孜不倦地尝试，把目标换成这些小老鼠似乎就变得容易了许多。这只狼同样也是一击即中，不过嘴却不太严实，差点被猎物溜走，好在一回头就又成功抓了回来，努力没有白费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你觉得哪种捕猎方法的成功率最高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